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正式开城点灯，今年呢是以蒙幻之城为主题，并且打造了八层楼高的 LED 城堡，让整个耶诞城耀眼夺目。新北市长侯友宜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到新北，感受这浓浓的耶诞节庆氛围。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正式开城点灯，新北市长侯友宜骑着耶诞夜光巡回车现身，吸引了众人目光，随后并与现场来宾共同点灯，为活动揭开序幕。今年特别邀请大小朋友都喜爱的环球影城巨星小小兵陪伴大家欢度耶诞佳节，市长侯友宜也邀请市民朋友们一同享受温馨时光。在这个温馨幸福的岁月里面，耶诞城带给我们全家是幸福满满洋溢的岁月，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所以年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可以说是我们大家在耶诞城众所期盼的日子。今年耶诞城以魔幻之城为主题，主灯化身为魔幻天使，同时在市民广场北面更创新架设了八层楼高的 LED 城堡，兼具主秀展演及表演舞台功能，推出了多个全新角色，在魔幻天使的亮丽光芒下，整个耶诞城耀眼夺目，将整个星空都点亮了。在开城期间会带给大家奇幻百变的环场沉浸式视觉飨宴。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新北欢乐耶诞城将持续到明年114年1月1号，欢迎大家到新北享受浓浓的节庆氛围。记者杨邦友、陈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